礼运大当篇。十方神地师，大家好早。今日是中华民国天文岁数丁亥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好，咱今年呢，今年冬天以来，咱这个节目先蒙到咱大众，甲咱的支持，好，咱才会当继续。搁讲落去，将中国咱的圣贤、先贤、圣人的真理，甲咱现在生活的方式，合作一阵，来甲各位做一个知识的交换。啊，真正感谢着大众对咱节目的扶持，甲对我的勉励，对我的鼓励。那明仔开始咧。咱就开始休五天，甲新历初五结鬼，正月初五开始咧，咱才开始过来播出。因为明仔开始，咱台视公司咧啊做一挂特别节目，所以咱啊明仔开始咧，哈、啊，咱就欣赏着啊各界的特别节目。那么暗时数位台马时间。照常播出，但是暗时时间呢，咱会来播出2008年正月初一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哈，咱的发起的整个过程。啊，今年的制作大典呢，咱倒来参加呢，世界各国华侨拢倒来参加，哈、啊，各界来参加呢，伫大体育馆。啊，咱来共同来祈祷，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日早日中，甲咱道庇佑、道保庇。啊，所以啊，咱暗时啊，数位台啦，咱就袂休困。那咱日时咧，早时六点的咧，咱就初五开始继续下过来播出。再三的强调，哎，美女咧。新的年度秀气的啊，你要特别注意啊，尤其咧，咱啊，假使秀气的咧，你有买什么投资，一定要谨慎中，谨慎中啊。秀美的，咱食物件要真细意啊。明年的年度咧，咱朱五枪，朱五枪秀美的咧，无论是老大人、老伙仔。少年囡啊，凡是收尾的，咱啊凡事爱忍，爱忍，爱忍。咱爱像修行人因事般的忍辱，受气嘛同款，专门嘛同款。每年啊，经过咱的国运，大家爱真忍耐，爱忍，啊爱有涵养。咱袂使无涵养，咱的世间咱啊无涵养。整个全民共同的损失，咱心量要看较开咧，心量较宽咧。啊，咱总统陈水扁先生啊，伫咧制作大典之时啊，吼、啊、嘛是甲咱开始啊，啊开始咱爱忍辱，爱有谦虚，爱有包容，爱有博爱。若是这三个原则者，明年咱的国运会真正稳定。国家会真正直直平安起来，啊，这拢是共同的责任。咱心中看开，一人一谦虚，认为哎，我咧谦虚尔，别人安尼，迄是别人的代志。咱谦虚，咱是问心无愧，问家己心。哦，这拢是真正重要啊！
那唔通讲钓了啊，讲哇扑不着，爱注意。好，咱若平安食，咱家家户户，咱大家顺时，嘛是整个社会的福利啊。所以这拢是道德教育，道德就是教育，自我的教育，接受他人的教育，接受神圣的教育，拢是叫做道德啊，叫做道德。所以几个先师王禅老祖甲咱开始，啊，万法唯心，为什么心？咱迄粒有道德的心，接受大众的教育，咱自己教育自己的心，拢是叫做道德啊。曾经有一位先生，老师，你讲道德，道德是啥？我遐啊，你看，我嘛那要对找到道德。我你既然已经找到道德啊，你一直请教啥都道德，道德就是教育，教育家己的心，教育咱下代，教育上周围的人，哦，教育你员工，教育咱的囝，咱的孙，教育，啊，啥都教育，静心静念，咱心爱静，咱念头爱正，静心静念就是教育。咱人来到世间，好歹咱未清楚，好歹未清楚，有当时往往会聊唔着落去。那么，当今甲未来上好的教育、资材、教育文化，即是《易经》。《易经》是中华民族七千年来的历史文化，啊，《易经》是永远存在，并无因为讲咱无相信，伊就无存在。啊，咱若有相信，咱有智慧者，咱自然咱就会教育啊嘛。啊，咱就自我的教育嘛。哦，咱自我的教育就是道德嘛。咱了解一切法，啊，接受一切法，咱遵守一切法，咱嘛是教育呢。所以教育、教育、道德、道德咧，这拢是哈平行的。道德是教育，教育就是道德啊。后里三宝寺陈真素食厨师人员一名。各位食坊摄理师，幼幼所长，就是教育。哈，道德教育、礼貌教育、孝道的教育非常重要，孝道教育。在咱中文唯心中的法门，万法唯心，对孝道的教育强烈的提倡。孝道教育，在咱伫2008年正月初一举行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咱的祖先拢总有15615仙，是大家共同的祖先。因多生的转生轮回，拢有机会是共同共同的祖先。那么咱祭祖的时，咱来邀请到咱立法院长，啊，咱的总统、副总统，啊，总统在当场啊，甲咱开始，咱这个道德以外，咱的这真重要，孝道的教育。等下呢，咱大家继续过来啊，看咱听咱总统对咱大众、全民对孝道的。开始个提醒，这孝道就是教育，教育嘛是爱对孝道来做起。若是咱呐，敢若看了名利财的时啊，那么咱一切人生就充满着恐怖，颠倒梦想。孝道无分党派，啊，孝道是融合所有中华儒理。咱大家爱知孝道，咱累世生生世世拢有多生父母的因缘。那么，咱对任何一个人的不孝，或者对一个人的不敬，这拢是咱自我教育的重要性。咱呐对人不敬不孝者，咱教育自我教育就失败。败了啦！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拢是失败。所以，咱委员呢，咱幼幼所长呢，咱对孝道
嘛是真重要的一个课题。好，那么现在呢，好，咱就来啊欣赏来看日航空变脸，哪能完蛋？连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总统对大家的开始。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先生来到祭祖大典会场，代表中华儿女向列祖列宗致敬，功德齐天。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第一任民选总统陈总统水扁先生。平安，再拜！祈愿列祖列宗，佑我中华儿女珍惜情缘。三拜！祈愿列祖列宗，佑我中华儿女永无战争。红歌，一拜，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灾永息。红歌，一拜，祈求五谷丰登，四季平安，天温永息。现在我们恭请总统致辞，表达心声。弘严禅师，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各位嘉宾，各位国人同胞，大家新年快乐！大家好，好，新年快乐。今天由台湾维新宗、台湾财团法人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及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所举办的2008联合祭祖大典，对于发扬孝道意义重大。首先要肯定并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2004年的今天，我第一次参加在此体育馆所举行的祭祖大典，深刻感受到大家缅怀祖先的孝心。此时此刻，也要衷心祈求列祖列宗保佑台湾，保佑台湾人民，用爱心跟智慧来面对国家未来的挑战。在科技日新月异的21世纪，我们更应该提倡孝道的重要性，尊敬一生为儿女无怨无悔牺牲付出的父母。亲子关系是没办法取代的，发扬孝道跟重视家庭价值是一体之两面。今天主办单位创会长弘严禅师
率领各分寺道场贤士同修及各界儿女，在此举办大孝道的盛仪。除了勉励大家之外，也希望世人都应该发挥谦虚、包容、博爱、孝道的精神，珍惜兄弟姐妹情缘，拒绝以战争或非和平手段等违反善良人性的行为互相伤害。我们深信，任何国家唯有朝民主化迈进，才能够对内实践自由与人权等普世价值，对外以理性和平跟国际社会建立积极建设性的关系，民主的氛围才能够让大爱自由传播。台湾是全世界华人社会中唯一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破除了华人社会不可能实施民主的迷思。我们深切期待国际社会能够用公平的爱心来接纳亚洲的民主灯塔台湾。今年是台湾参与国际社会非常重大的一年，十几年来政府为了台湾加入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竭尽心力，然而迄今仍然被排拒在外。经过15年扩关，联合国失败之后，借着今年3月22日的日联公投，我国2300万人民第一次有机会亲自向国际社会来叩门，亲自发声，借着手中的公投票一起参与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艰困任务。大家投的每一张公投票都是台湾进入联合国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步阶梯。很多人说台湾加入联合国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也知道这是艰巨的挑战。台湾人民要告诉全世界，我们要用最民主的公投，用爱跟和平的公投票来完成这一项伟大工程中最关键的一步，让全世界都听见台湾人民希望加入联合国的期待跟渴望。最后祈愿民主灯火不灭，越烧越旺，也祝福全体国人同胞家家户户出孝子，阖家幸福平安。再次的恭祝大家新年快乐，金鼠年行大运，谢谢大家，谢谢。Thank you.
收看《卫星世界》礼运大动篇。维新宗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在2004、2005、2006年在台湾林口体育馆举办了三次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以接续骨肉亲情之善缘为前提，对祖先进行祭拜、追思与供养，受到全球华人的热烈支持与回响。在2008年元旦的今天，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同样有来自中国大陆、日本、美国、加拿大、越南、韩国等各地的华侨同胞前来台湾参与祭祖大典，供养祖灵。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祭祖大典庄严的会场。在祭祖会场中央的祭祖坛城，首先供奉的是中华三祖圣像，在中间的是中华民族共祖轩辕皇帝，在两旁的分别是一农先祖神农炎帝以及工业先祖九黎蚩尤帝。在坛城的两边供奉的是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917位天子帝王圣灵、徐福尊人东渡东瀛以来124位天皇眷灵，以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怨灵，以及世界各国789次大小战争怨灵。
为新中二十一世纪世界和平2008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大典开始。享誉海内外的表演艺术团体优剧场，在恢宏的鼓声当中揭开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的序幕。祭祖大典主席混元禅师带领维新宗门下贤士同修，以圣歌及真言，一心奉请中华民族列祖列宗朱眷灵来区祭祖大典会场受纳祭拜供养。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为心信教，尊天法治，为国修德。
请混元禅师上香奉请祖灵。一拜，一心奉请中华始祖佛起世圣灵主眷属。奉请中华先祖玄奘黄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丘帝祖朱冠俗三拜，一心奉请中华民族列祖列宗各领朱冠俗。一拜，祈求世界皆风调雨顺。奉告一拜，祈求中华民族大圆融，奉传一拜，祈求世界人类真和平。奉法宝，一拜，祈求世界人类真和平。
心奉请中华始祖伏羲氏暨列祖圣灵诸眷属。中华先祖轩辕皇帝列祖圣灵诸眷属。奉请中华先祖神农炎帝列祖圣灵诸眷属。请中华先祖九黎蚩尤列祖圣灵诸眷属。奉请中华历朝天子帝王总统圣灵诸眷属。奉请中华民族万姓宗亲列祖觉灵诸眷属。